近日，有网友通过微博曝光了一组窦靖童恋情的照片。照片中，窦靖童一身黑衣，依然留着青春短发，站在钢琴前，身材很好，气质佳，可以媲美老妈王菲。据悉，窦靖童弹的一手好琴，王菲的朋友李健曾多次称赞过他的琴弹得很好，也多次给予窦靖童鼓励。